节目内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纯属个人意见，并不代表本台立场。专业、慢料、出色，沈国成、杨俊两位隻手可熱的跨平台马评人，和大家一起启动一级赛马方程式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晚的一级赛马方程式啊。咁同各位订户咧讲声唔好意思先，因为阿 Michael 沈国成咧，佢就身体有少少唔舒服，咁所以今日咧就揾咗一位客席主持嚟蹬一蹬脚啊。喂，介绍下自己先。你好啊，我叫 Simon 啊，都系一个资深马迷嚟嘅。点样为之资深啊？哇，十几年啦，吓，好细个好细个读书就开始跑马啦，系咪先？十几年好似唔止喎。应该不像啦，哎，不可以将真实年龄告诉其他人知道嘛。明白明白。喂，那我知道你都会带一些 tips 呢跟各位观众去分享一下的。那我们第二三次呢都会跟大家讲回即係我哋嘅推介啦，咁不如第一節咧，照常啦，我哋講翻啲即係今個星期發生嘅事先啦。啱啱星期三全係野賽，哇！羅富全真係好犀利喎，又贏三場喎。係喎，佢似乎即係今季重練以嚟，係咪有少少好似蔡若翰嘅影子啊？我都覺得係佢。你記唔記得嗰年阿蔡若翰做冠軍咧？啲咩時代巨星啊、獅子花啊、全滿啊，全滿就係傷患困擾咗好耐冇出賽，跟住臨尾一出。是竟然不知隔了幾百日之後贏的，咁時代巨星啊更加啦，喺四班砰砰砰砰到去退役嗰場咧，係同精英大師跑嘅。係啊，仲有呢個獅子花啦，係咪先？六 win 啦，係嘛？係啊，哎，又暴露咗我嘅年齡啦，真係咩啊？十幾年啊嘛，咁蔡若翰2003年嚟香港咪十幾年咯。冇錯，不過真係嗰年真係令人驚訝嘅，因為蔡若翰佢真係好慢熱啊，係即係早期直情出賽都冇乜啊！我記得嗰陣時佢啱啱出賽係擺只鼎盛之威，即有幾隻咩勝德寶啊，冇記錯，勝多寶係有幾隻咧跑嚟跑去都嗰幾隻嘅。咁佢反而咧，如果你話講部署方面，莫非文就似啲喎，即唔好唔出啊，出啊可能一兩隻就已經都係都係冇。羅富全就唔係嘅，因為蔡若翰開頭開倉係馬冇咁多噶嘛，羅富全就唔係一開波可能一個月已經爆倉，佢就可以審出嚟啲馬審出嚟去跑嘅。因為始終佢人物喺香港做咗咁耐啦，咁又跟咗師傅咁耐，係咪先？咁即係佢嘅根基咧，始終都係好過一啲新開倉嘅分子嘅。咁所以交出咁嘅成績咧，其實都一啲都唔驚訝。咁佢星期三晚咧贏咗邊三隻咧？有得勁、鑽之友同埋威勢之寶，你覺得邊隻最深刻咧？即係或者邊只最難贏咧？我覺得最難贏應該係威勢之寶。點解咧？因為威勢之寶大家賽績上都記得㗎啦。其實佢即係跑法已經唔係好主動㗎啦。泥地咧一路以嚟都係好難追嘅。咁佢可以練到只馬即係出到頭，其實真係練馬功力真係值得表揚，深厚嘅。咁係嘅，因為見只威勢之寶行圈咧，其實個馬身比起胡心啊、呂建威嗰陣時係壯咗好多。咁嗰陣時我哋覺得哇，會唔會變身咧？其實上一場試習已經好啦，不過我哋就冇揀啦。但係個表現就已經相當好。咁呢個馬房大家都知道啦，黃牌嘅成績係最好嘅。今季如果冇記錯，跑咗33隻馬左右，已經贏咗13隻嘅黃牌馬，好犀利，好準成啊！超過三成嘅黃牌馬贏喎，博 pace 得7個，即係佢輸咗12隻馬，有差唔多20到21隻係冇 win 有 pay 嘅，呢個數據其實好恐怖啊！冇錯啊，即係當年蔡漢即係嗰個年代啦，黃牌即係可能冇乜點統計，但係可能數字都未必拍得上而家羅富全咁犀利。係，咁我哋不如出第一張圖俾大家睇下。其實呢個就是當晚啦，咁田泰安就停賽復出嘅，就同阿羅富全咧就第一場已經合作贏咗只有得勁，咁之後就再贏只威勢之寶啦，呢只就係啱啱當日馬房嘅第三 win。咁你估你頭先講話蔡若翰，即係佢有蔡若翰嘅影子啦，你會唔會覺得佢有大魔嘅影子？因為佢之前都係跟大魔噶嘛。哦，但係如果整體嚟講，我覺得都係似蔡若翰多一啲喎。你睇佢啲馬整體嚟講都係跑得比較密啲嘅，勤拼啲嘅，同埋神操嚟睇咧都係嗰啲肌肉型嘅，即係一啲鋼跳咁樣炸跳。但係你
反觀大摩，大摩始終雖然都是高班馬比較多，佢啲馬咧唔會好似出得咁密嘅，同埋季初嘅攻勢咧都係流一流嘅。但係羅富全就完全唔同啦，佢係噏聲咁新開倉，即係至少要投一投勢，省靚招牌啊嘛。但係咁都冇理由咁犀利啊，所以如果你講，影子嚟講咧，就其實就似蔡若翰多啲嘅，不過就始終啦，呢位練馬師係有料到嘅，即係長期話佢係邊個人嘅影子咧，就抹殺咗佢嘅功勞。我覺得即係佢係羅富全，係啦，佢係羅富全冇錯，即係都要即係大家豎起隻手指，應該係向羅富全致敬嘅。好，不如去另外一幅圖啊！我哋去第二幅圖睇下，又有啲咩新聞同大家講下先啊！咁啊，呢位喂，豎起呢、這個唔係豎起一隻手指啊，豎起兩隻啊，黃浩南喎、啊。咁佢發生咩事呢？啱啱星期三晚咧，我記得同阿 Michael 做節目都講啊，哇，點解徐宇石係咪請咗賴維銘做主帥咧？出幾隻馬，除咗只冇機會嘅上毛將王係用黃浩南之外，其餘全部清一色賴維銘嘅跑完就知啦。原來佢幫呢、這個蔡若翰嘅飛鞋贏馬啦，同埋幫阿蘇慧賢嘅鐵蛋王贏馬，咁兩隻馬都係放頭走啊！你又覺得呢兩隻馬有冇啲咩啟示咧？係因為減磅啊，定係啲咩原因，即係贏得咁輕鬆咧、啊？哦，一來泥地咧都係即係比較利放頭噶啦，咁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始終本土嘅見習生啦，主要嚟講，即係如果你鬥後勁咧，要省起只馬，始終都係難啲嘅。咁自己本身有讓磅之利喎，咁擺喺前邊走咧，其實威勢係好明顯嘅。咁譬如其實一路以嚟所謂落飛黨落飛啦，即係成日都睺準啲見習生啊，成其實有機會就係睺準佢減十磅、減七磅、減五磅，因為呢啲磅位嘅差距其實對競賽嚟講係好重要嘅。你睇平磅就知道啦，點解一跑平榜多數都是高分馬贏啦，就是因為他賺了那幾分幾磅就贏了啦。咁而家我哋即係新一代嘅見習生啦，即係而家呢批見習生真係光芒四射，又有自己發揮嘅機會啦。咁佢哋嘅讓榜都未去到即係兩磅啊嗰啲咁嘅程度。咁佢哋有呢個讓榜嘅優勢，即係繼續發光發熱，希望佢哋繼續在這個過程即係把握呢個讓榜優勢成長下去，咁應該就一來成績會好啦，二嚟亦都希望即係佢哋嘅騎功繼續好啦。咁啊，黃浩南聽日咧都有七匹嘅坐騎上陣嘅，雖然暫時啲賠率就比較冷落一啲啦，咁但係啱啱星期三表現咁好咧，大家可能即係如果啲三重彩啊、四連環都可能楞一楞佢，睇下會唔會有啲咩意外收穫啦。暫時咧七隻馬最熱嗰只叫獻獲都15倍啦。都是啊，一個是坐騎質素又差啲啲啦，有啲檔位又排得唔係咁好，咁始終我哋嚟緊係跑私家三欄，係最窄嘅，冇錯，檔位偏差其實就好緊要嘅，因為我哋呢度都叫一級賽馬方程式啦，咁始終都要講啲啊，繼續科學化嘅數據係咪先？即係始終大家打開睇下，檔位偏差對賽事的影響是很嚴重的，尤其是而家好像啱啱換咗草喎，係咪？係啊，上次我記得上季換完草之後，個賽日就都幾驚喜下，即係有啲冷門爆下出嚟咁嘅。係啊，我都覺得是，因為嗱天氣好乾燥，大家即係睇睇個濕度計就知啦。地塊咧，場地快咗，始終馬匹有一個極限嘅，咁你做到廿二秒幾可能直路。你個地嘅咁快，後邊嗰啲馬好難再做廿一秒幾可以追翻上去，所以變咗放頭跑法性嘅匹馬咧，喺呢啲換咗草嘅跑道、乾燥嘅跑道咧，係好有著數嘅。咁再加上私家三欄啦，偏差相當大，所以大家即係揀馬嗰陣咧，要將檔位嘅因素咧就要調翻高少少，因為始終即係賽馬都是衡量機會的遊戲啦，咁唔同的因素，大家會衡量不同。咁譬如好似 A 欄咁樣比較公平啲嘅，咁我哋都會馬匹的實力行先。但係去到私家三欄咧，我哋要想清楚形勢啊、馬匹的跑法啊，同埋配搭方面啦。咁所以咧，即係
聽日誒嚟緊嘅賽事啦，我哋都係要小心啲，即係檔位嘅影響啦。不過咁上次用私家山跑道9月16日啦，當日咧放頭又得，留後追即係守七八九位嗰啲馬咧，都有啲馬後冚上嚟贏得到嘅。不過當然我同意你講話誒轉咗冬草咧，可能會有啲變數出嚟嘅。但係咁喎，我自己即係睇翻啲數據啦，其實上季嚟講私家山跑道係最利熱門發揮嘅，反而 A 跑道上季爆得好緊要。是啊，上年是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， A 跑道是利追利放頭的，因為場地舉行其實 even 每次都是 A 跑道，但是日舉行的日子都會有不同的，是就是可能季頭的 A 跑道和季尾的 A 跑道已經是不同的了、嗯、但是我們揸住的統計數據，佢唔會識得幫我哋分噶嘛，即係冇分月份噶嘛，係啊，冇錯，唔會話三月嘅 A 同四月嘅 A、啊。所以數據都係死嘅，人可以靈活啲、生啲。咁譬如你可能頭一兩場冇乜心水嘅，我哋就睇一睇當日嗰、那個發揮係點樣，因為我哋可以多角度思考噶嘛。除咗將個馬群咁長、嗯、分咗前後之外，我哋仲可以等佢轉彎嗰度分咗一碟、二碟、三碟。嗯，因為你就算貼欄嚟講，可以留得好厚嘅。咁喺私家三嚟講，可能貼欄係好著數嘅。係。咁當然啦，內檔嘅馬就比較大機會貼欄。咁貼到欄，一樣佢攞到著數，可以喺後邊後追成功。所以私家三欄利放頭，亦有可能係利貼欄嘅。咁、嗯、但係邊只馬貼到欄，有陣時我哋好難諗到。但係始終你譬如排13、14檔，你唔係一出閘 drop 後，你根本就好難貼到馬、嗯，因為裏面有成12隻馬喺度擋住你啊嘛，係咪先？係。咁而所以檔位方面，咁架內檔嘅馬應該就有著數啲啦、嗯。你係咁賣關子，我睇下你下一節講啲咩內檔放頭馬。好，我哋不如去另外一幅圖啊。呢、這個啊，邊個啊？記唔記得啊？咦，好傻面喎、啊！啲胡鬚幾性感啊！佢叫沈娜。咁其實如果上季有留意賽事嘅朋友咧，佢上季尾嚟香港騎咗三個賽日，就幫阿高達利贏咗一隻快樂火龍，一隻勝利寶石，都係一個好犀利嘅騎師嚟嘅。點解無啦啦出呢幅圖呢？咁啊，琴日馬會出咗新聞稿咧，呢位沈娜將會喺2017年12月1日到4月30日咧，會嚟香港客串嘅。咁呢位騎師，你對佢本身有冇印象啊？佢啲須我好有印象咯，因為如果佢光埋，佢密過我啊。係啊，如果佢光埋頭，應該有少少似徐錦光，我偶像嚟噶。佢個鼻都唔似徐錦光。好嗱，不如簡介佢啦。呢位騎師咧就32歲嘅，出道以嚟贏咗超過800場賽事啦，喺好多唔同嘅地方，法國啊、德國啊、杜拜啊、奧地利啊、塞爾維亞嗰啲地方咧，都已經即係交出咗一啲嘅成績㗎。咁佢今年咧，係2017年嘅巴林冠軍騎師啦。咁呢位騎師上季尾俾大家個印象相當之好啊。咁當然上季短短三個賽日咧，就未必話盡情發揮嘅。睇下佢上季尾咧，即係經歷咗幾個賽日，今季嚟香港試下騎，哇，騎4個月喎。我希望咧，會唔會高達你嚇、啊、會俾多啲支持佢，間接幫佢上岸啊？一來啦，咁你故地重遊，梗係揾翻最佳嘅合作拍檔啦。咁高達你自己本身都有啲危危乎乎。6、7隻馬嘅就得翻，佢都想揾到好手幫手啊嘛，但係你又要明白好多好手即係已經幫咗其他馬房一嚟，咁、又有馬主人情，又已經挖咗角，咁難得有位高手嚟到啦，係咪先？自己又合作過，又有成績。咁梗係唔放過，幫幫手啦。講開高手，其實仲有另外一個，不如出埋幅圖啊！嗱，呢個咧大家就陌生啲嘅，呢位騎師叫布達德。咁佢25歲嘅啫，佢將會喺2018年1月1日啦，元旦日到2月25日咧，我諗大概騎10多個賽馬日喺香港客串嘅。咁呢位騎師有咩咁勁咧？佢係25歲年紀咧，就已經喺2016年攞到法國冠軍騎師啊。咁佢好喺世界各地都有騎過馬嘅。咁不過唯一一個唔好嘅地方咧，係呢位騎師比較重磅啊。你估佢最低負磅幾多磅？可以翻嚟先，唔會重得過無思義啊！無思義幾多磅啊？我都唔記得啦。佢最低做123磅，
103，哦，在香港嚟講，潘頓成日俾人話，哇，好多馬，譬如下個禮拜三咧報名嗰啲紅星咧，已經即鐵定都冇得騎啊！你點減減到氣咳都唔會騎得到噶啦，點捱我都騎唔到。咁哇，呢位騎師123磅，其實喺香港嚟講都，我記得以前有位騎師叫佩恩咧，又係好重稱噶嘛。但佩恩佢就已經過嚟嗰陣已經喺國際打響曬名堂，係佢都響嘅。不過123磅喺香港好似就窄啲咯，比較少啲咯。係咯，嗯，因為始終你呢個體重好難有一啲坐騎俾到你嘅。咁你坐騎唔使多啊，你一減咗一半，你已經即係喺香港競爭力始終。香港都是跟紅頂白的地方，嗯，你不短時間內交出成績，人家都不敢給你東西騎，所以呢他來到這個發展真的要投了幾匹，真係要，希望佢有好嘅坐騎啦。同埋咧，有啲會支持新騎師嘅練馬師啦。我成日喺度咁樣諗嘅，高達里啦、苗禮德啦、姚本輝啦、沈澤成啦。咁，嗱，巴杜尼已經沈澤成同阿苗禮德咧就馬住佢。咁，沈拿利，我諗高達里應該都會馬住啦。咁死啦！佢嚟到突然間嗰啲用開新騎師嘅全部好似俾人進駐咗嘅時候，咁。即我有少少擔心佢會唔會啲坐騎唔係話咁多咁解啫，都係擔心㗎。咁，嗯，但係就靠自己幾分努力，後天就再加少少運氣啦。咁，嗯，如果你冇一定嘅騎功，俾運氣你，俾好嘅坐騎你，你一樣喺香港立足唔到啊。咁都係嘅。好，不如我哋再睇下圖啦。今次唔睇仔啦，睇下靚女啊，好嘛？嗯，好啊。嗱，呢個發生咩事呢，其實聽日咧就係跑沙沙婦女人袋賽啦，咁全個馬場咧將會係一片嘅粉紅色嘅紅海啊，男好女好應該都非常之多呢啲粉紅色嘅人喺度切出咁轉嘅。咁其實大會咧每一年都會揾嚟一位代言人咧去宣傳呢個活動啦。咁我哋嗱數十個，不如我哋揀個睇下你覺得邊個最靚啦？咦，睇嚟有熱門嘅喎，又冇熱門喎，即係每個人心目中嘅熱門都係唔同嘅。呢，這個唔係跑馬啊嘛，唔係有啲係通殺嘅，即係任何場地。哦，咁樣樣，即係精英大師。好嗱，呢，這個2008年嘅徐子珊，你又點睇先？當然好啦，係咪先？哇！你嗰個行字，好彩鏡頭冇翻嚟，你嗰個樣閃嘅，你對眼閃嘅。喂，咁多鑽石閃閃啦！係啊，近排好似話咩著低胸裝翻學啊嘛，跟住好轟動啊嘛，咁誇張？係啊，啱啱琴日睇娛樂版，咁啊呢個就係10年前啦。我記得當年咧，頒獎嘅時候爆炸係贏咗啊，跟住潘頓咧就有錫埋佢嘅。咁我知道有啲騎師又唔敢錫嘅，咁呢位咧就呢位代言人就相當之即係 nice 嘅。好，我哋去下一個啦，這個點先？2009年呢個叫劉心柔啊！2009年到而家都係咁嘅樣子，啊，長春樹啦，啊。你睇嗰啲月餅廣告啊？唔係，睇電影啊。哦，電影近排有咩？我不斷地睇重播啊嘛。哦，明啊明啊。咁啊，呢位就劉心柔啦。呢一屆記唔記得邊只贏啊？完全唔記得，淨係記得佢有走冧。呢個係鐵拳啊，阿卓你啊，記唔記得？阿卓你我記得。呢個騎師啊。好，咁跟住到下一個啦，2010年啊，邊個咧？2010年啊，識唔識啊？呢個佢車咗半邊面，我唔係好識喎。呢個係 Janice Man 啊，即係阿黎明旗下其中以前一個愛將啊。哦，係啦，咁呢，這個咦，你咁冷淡，應該你唔中意噶啦。下一個啊，這個啱唔啱啊？呢，這個陳欣薇啊，2011年嘅代言人，笑容一流，揾佢做代言人，嗯，絕對啱。我記得佢有一個插曲嘅，咁啊話説當年咧去拍個即係宣傳廣告啦，就係，是，喺沙圈咧拖住只馬，咁，佢除咗鞋啦，咁當其時咧，咁啊有啲工作人員走埋去同佢講：，喂，個沙圈嚇，啊，雖然下晝好乾淨咧，但係可能即係有啲馬放低過啲嘢喺度，即係你知未必會拖地噶嘛，攞掃把掃噶嘛，有陣時。冇錯冇錯。佢係覺得完全唔理會嘅。哦，證明佢熱愛大自然，即係佢好 nice 嘅呢個，即係代言人咧，係由頭笑到落尾一個開心果嘅形象，所以得到阿時帝嘅垂青啊。啱啊，上游心心，好好嘅一對啊。咁咪啱咯，咁但係你唔啱喎，下一個。嗱，其實2012年開始咧，
就開始喺即係唔係淨止香港啦，喺世界各地或者大中華咧揾嚟唔同嘅代言人嘅。咁呢一位就劉詩詩啦，拍過一個電視劇叫《觸目驚心》，有冇印象？步步驚心。哦 ，sorry 啊，咁即係你有睇啦，我冇睇嘅原來。唔需要驚。步步領先，你記得嘛？嗰啲步步係我都記得。OK， 咁呢個你啱啦，你既然可以提。即提點翻我嘅，係咪先？絕對好，唯一可惜就係、是佢識吳奇隆先咯。係，咁冇辦法啦。吳奇隆係咪叫 Simon 啊？唔知啊，我都唔知道。下一個啊，呢個咧叫張子霖，係世界小姐冠軍。我最記得係咩咧？安國麟其實唔矮啦。係啊，佢咧有一次電視訪問，佢係有一張高凳。但佢坐喺度啊，但係都高過成村人咯。佢保守估計咧，唔著高踭鞋1.7米。咁正常啊，世界小姐通向世界，冇呢個高度。即係點啊？170之以上先可以做世界小姐。始終世界小姐你外國佳麗好高嘅，即係高貴高貴啊嘛。咁高係正常嘅。咁呢一年個冠軍就安上啦，似乎你唔啱啊，高貴。下一個高貴唔啱，高原啱唔啱啊？高原真係圓啊！係係啊，高原圓啊嘛，好彩我冇歪到個音啫。呢位就啊，我最記得係拍電影港產片《古天樂》嗰套。哦，我完全唔識《古天樂》，我反而識。我知嗰個輪胎能啊嘛，咁呢只就包裝鬥士啦。哇，今年啲包裝係成績都幾好喎、啊，雖然改咗名。哦，咁唔緊要嘅，佢哋始終即係手刮翻嚟嘅馬匹嘅材料都係好啲，咁所以出嚟成績好係正常嘅。係，好，咁下一個啦，你都唔啱嘅呢個叫張君寧，唔係張君寧喎、哦。我仲以為係阿波多啊，冇嘢。唔係嗰啲嚟嘅，咁咪2015年嘅代言人啦。咁似乎你又唔啱喎，下一個都係大中華嘅，呢個叫唐嫣啊，都拍過啲。電視劇噶嗰邊，哦，但係我好少翻大中華，所以唔識。但係佢係靚女嚟嘅，係。咁似乎你都係中意啲本地多啲啊。咁今年係邊個咧？睇埋最後一幅圖啦。今年呢個叫孟子義，我知。係。咁拍過啲咩戲啊？我唔識啊。我就識孟子啫嘛。哦，孟子同吳思儀，你識嘅咁。冇錯。嗱，好啦，我可以翻嚟。近十年就睇過，咁你最中意邊個啊？大熱門我估啊，有大熱門嘅咩？都話人人個大熱門唔同咯。正常香港男馬迷通曬。你除開大中華，你唔理，淨係你香港就應該係劉心友啊。咦？咁咦？似乎撞機喎。咁應該大家都係心目中嘅大熱門啦。冇錯。不過兄弟嘅嘢，我實讓你嘅。唔係嗰啲問題啊！我記得嗰年咧，佢做代言人啦。其實佢好 nice 嘅真人，同埋喺後台等緊即係出去嗰陣時咧，佢係。即係你同佢傾偈，你知有陣時佢哋好忙啊，成啊，要養神啊，即係唔係咁會睬人嘅。哇！但係佢係可以同你全程傾偈，傾足幾個鐘，好友善嘅一個女子嚟嘅。睇得出佢都係嗰啲敬業熬業，即係好有專業精神嗰啲。即係佢就算好攰，都會好用心咁，即係同你交流。同埋嗰個酒粒係的確係殺死人嘅。好啦，女嘅睇完啦，不如我哋睇翻今個星期日啦，即係聽日嘅賽事啦。嗱。有頭先講咗跑道啦，有兩位騎師啊停賽復出嘅，國能同埋史卓峰。咁你覺得佢有冇機會咧？嗱，田泰安啱啱啊勁啦，停賽復出啊即刻即係贏咗幾場馬。咁呢兩位騎師啦，你又覺得佢哋有冇啲咩機會馬呢？咦？但係佢哋今次復出啦，似乎好嘅坐騎就俾人攞咗好多喎。都唔係喎，不如我哋講下史卓峰啦。嗱，佢騎。七隻馬上陣，咁我望落去咧係邊線馬比較多嘅嗰只新疆房，你點睇嗱？而家佢七隻馬咧最熱就係只新疆房，亦都合理啊，因為機會上佢最好就係呢、這個，同埋新疆房跑呢個路程亦都好，同埋始終新疆房要有啲騎功搭救嘅，史卓峰真係騎得出嘅。所以就佢熱門係好合理嘅，人馬都夾嘅，即係過往合作過幾次，經常都係有贏過啊，或者跑過入位置嘅。好啦，似乎其他你唔提出都應該口氣麻麻啦，或者你下一節先講啦，我唔知啊。國能啦，藍馬就的確係少嘅，得五隻。咁但係咧，嗱，除咗頭場嗰只尹妙星之外，喂，佢連暫時啊，我哋錄影呢一刻咧，即係太聰明係得十倍喎。咁其餘嗰幾隻馬，你又覺得有冇邊一隻係有機會咧？應該
嗱，整體嚟講係啦，一個係辣得很啦，我諗佢應該而家大熱添。暫時嗱，而家即係錄影嘅時候三個開咯。啊，開飛應該都係大熱，都係呢只嘅。咁另外就放眼量咯，都係啲正常嘅熱門嚟嘅，但係其他實力就都係差啲一啲馬，同埋就算納得狠嗰場，佢對手都好多。放眼量而家12倍啊，不過我諗聽日會調節一下噶啦。應該會。好啦，咁我哋今節時間差唔多啦，下一節咧同大家講下我哋嚟緊嘅推介。打算做一个震惊13亿人嘅歌手，先生位咧就唔系咁重，你可以参加 Racing Flogger 喎。Racing Flogger， 喂，好嘢嚟嘅喎。系啊，上年啦有超过13个 Racing YouTube Channel 啦，而喺上一季就有超过650集嘅赛马预测，一经入围嘅朋友咧就会有专人提供发展基金俾你哋拍片。咦，咁咪仲有机会俾我上位，真心冇得输。喂喂，师傅，快啲嚟参加啦！